哎，阿勇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我发小，今天刚从美国留学回来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必须得尽一下技术之谊。太巧了。阿勇 ，Long time no see, my friend。来来，坐。OK。多年都没见，你现在都瘦了吗？阿勇，这就是我那个发小，他叫小草。哎，小草，这个就是我那个好兄弟，阿勇。你好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哦，太久没说中文了，都有点不太会说中国话。Sorry. 喝什么茶？茶？哦，这东西我喝不习惯，味道有点怪怪的。Hello, 有没有 coffee? 啊，有速溶咖啡。那可不行啊，我要手冲的，而且要爱塞俄比亚的豆子。最好是中度烘焙啊，带一点点酸啊。哎，算了。你这里肯定也没有这么贵的豆子，给他上一壶普洱冰岛。冰岛？那也太贵了，不至于吧？不贵啊，也才10000多一壶。哟，你这朋友大老板啊？我这个兄弟他可厉害了，做什么工作发家的？我是做 VC 的。VC？VCD 啊？这年头还有人做 VCD 的 ？Venture Capital， 风险投资。简称 VC。 平时不太关注这个。那你这次回来应该不走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，我在这边待不习惯的，大概冬天的时候就回去了。要回去尽早回去吧，冬天那边冷。怎么可能啊，我们那边什么都有啊，天然气什么的。今年可不一定了，没看新闻吗？我不看那些东西，看了也白看，都是假新闻。这茶也喝不下去了，要不然咱们去看个电影吧。看什么电影啊？肯定是看我们美国守卫世界和平的超级英雄 Superman 啊。没他们早和平了。那咱们去。我带你去看一部国产电影。国产电影有什么意思啊？有意思吗？我带你去了解一下你们家的历史，顺便再让你了解一下当年美国人是怎么被炸跑的。Raindrop, drop top, smoking, no cooking, the hot pot.